马上准备进行能量导入。少说废话。蓝猫猛禽丸，真假基因蛋。别以为菲菲的灵风升级黄金龙加强了你体内的防御系统，你就可以给龙骑团发送信息了。我早就设置了隔离防护罩。博士，博士，今天我们学习什么？别急，学习之前先跟你姐姐通个电话吧。好啊，好啊。九尾狐回答：老板。姐姐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你怎么样？我小智，一切都好，没问题。你就放心的和土狼他们执行破坏紫金云行动吧，我会把他带入科学的最高殿堂。谢谢博士，弟弟再见。姐姐再见。哇，温泉山真漂亮，这里环境真美。哎，这么久了，蓝猫和菲菲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是啊，真想快点拿到基因蛋给紫金云升级。哈哈哈，我们耐心等待吧，蓝猫和菲菲会找到基因蛋的。在哪儿啊？基因蛋快出来，怎么看不见啊？哎呀，哇，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？不可能，你骗我。菲菲，你看，这就是与紫金云对应的最佳基因蛋。这么大。哇，紫金云可以升级喽。走。还真让他们找到了。哼，找到了又怎么样，那也是替我们找的。哇，真漂亮。独眼鹰，你负责攻击，把他们分开，牵制一个人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办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们快下山和淘气他们会合。啊，别让他们等久了。是的，让他们开开眼界。你们想往哪儿走啊？独眼鹰休想拿走基因蛋，看我的风刃龙卷风。我的妈呀，快跑。菲菲，我来掩护你，你赶紧拿着基因蛋下山。那你好自为之啊。基因蛋在菲菲手上了，现在该轮到我上场了。独眼鹰，我跟你拼了。蓝猫，你投降吧。赤焰枪。啊，看枪。被冰雪埋住了。骗蛋行动开始了。糟了，还差尾巴换不了啊。枯树桶。对呀，我展示了他的又一下法。蓝猫还没来，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不管了，先把基因蛋送给咖喱升级再说。菲菲，我在这儿。蓝猫，你怎么从这边出来了？
是啊，蓝猫，你声音怎么了？我和独眼鹰搏斗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击中了脖子，嗓子变哑了。可恶的独眼鹰，下次要是我碰见他，我饶不了他。基因蛋没有损坏吧？让我看一看。没事儿，我保护的好好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蓝猫，你尾巴怎么回事啊？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遭到了独眼鹰的暗算。独眼鹰在那边？哎呀，独眼鹰你出来，有本事找我呀。到手了，太气人了，真欺负我们猫大哥，有本事找我。是菲菲啊！你，我终于找着你了！你小子，菲菲是我呀，我是蓝猫。嘿，我知道你是蓝猫，明明是秃狗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还学我的口头禅，你学的可真好啊！你赶快把我的基因蛋交出来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别摸我！痒痒。什么？金蛋被土狼装成我的样子给骗走了？是的。哼，真是个卑鄙的土狗，一定要把金蛋抢回来。可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儿啊。有波波球就能找到金蛋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一定要把它夺回来，不然我菲菲这一生的名誉那就哎呀不敢想象啊。奇怪，土狼和独眼鹰的行动似乎早有安排，肯定有什么阴谋，我得赶紧弄个明白。我们出发。走走走。哇，真是漂亮啊，完全是一模一样。用真基因蛋克隆一个假基因蛋，再让龙骑团抢回去，给紫金云升级的时候出现错误，然后释放能量瘫痪掉。这个假基因蛋除了我这台克隆仪器以外，龙骑团是不可能验出来的。现在我就等着菲菲来抢蛋了。他们来了，我赶快准备去。嘿嘿，找到金鹰蛋了，土狼应该也在这儿吧？金鹰蛋是从我手中丢的，由我一个人把它抢回来，不然难消我心头之气。嗯，你自己小心，拿到金鹰蛋就赶紧下山，不要跟土狼周旋。好的，明白。睡着了。鸡蛋就在那儿。
虎狼怎么这个时候睡觉呢？好奇怪呀。快点拿走金银蛋呐，计划就成功了。奇怪，兔狼怎么会这么大意呢？难道其中有什么陷阱？我上过兔狼一次当了，不能再上第二次。担心什么？明明是要送给你啊。确定？哎，别走啊。不对，越是容易越要小心。地面不行，我可以从空中拿呀。啊，菲菲要干什么？玩这么多花样干什么？啊，菲菲！不行，再不行，不就太假了吗？哎，啊，是菲菲！趁我睡觉的时候抢我的基因蛋，看我的独狼之刃！耶！明明就是你从我手中拿的，还给我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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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石头，有办法了！别人的东西拿不得，倒霉了吧？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来抢啊！拿到了。兔狼好奇怪呀。拿个假金银蛋还这么高兴，菲菲你也太小看我了。这个真金银蛋干脆烤了是算了。可恶的土狗，居然用假金银蛋来骗菲菲。想吃金银蛋，门都没有。原来你躲在后面，难怪我没有看见你。赤焰枪，不许动，把金银蛋交出来。不许动，我偏要动，你打我呀，打我呀！可恶，有本事别拿金银蛋当挡箭牌。想从我智慧的土狼手里抢蛋，门都没有。你打我呀，打我呀，打！这样会损坏金银蛋的，我得想个办法呀。有了！哎呀，我的尾巴！哎呀，金银蛋，我是不会让你得到蛋的。哮天出世！大家在蓝猫的坚持下，决定去火山验证基因蛋的真假。咖喱为了帮助蓝猫不幸坠向岩浆，它能脱困吗？请看下集。